该县政府罗清楚运用职务在设计的理念，第一遍和知名饭店合作，每合十二位五十五岁以上中高龄的民众登来一场，也帮助企业找到人才，是很商业的局面。这次劳青处特别与阿里山印地格酒店合作，来媒合中高龄的就业人力，那也透过两天一夜的这个职场见习体验，让劳雇双方都能够更认识彼此。那印地格酒店呢，也特别的为中高龄在就业者呢，适性的安排工作，也提供了弹性工时，那成功了让中高龄者成为人力缺口上的即战力。本人指出，中高龄的员工经验丰富，也真热心，为团队带来足大的帮助，更加借由因的加入，打破年纪的界线，和不同世代互相交流，创造出本店独有的价值。那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一定要退休的年龄，我还可以动，所以我觉得能来到英迪格洲际酒店，弹性的时间给我们很适当的工作环境，很满意山上的工作环境，那纯感觉是在度假，所以没有那种工作的压力，工作上的时间大概在四小时到八小时之间，能兼顾到家人。罗小姐讲，目前伊每一个礼拜做工课四天，一天做四到八点钟。伊饭店的需求支援餐厅服务和帮忙工课，符合伊的体力，卖当顾着家庭，而且山顶环境空气拢真好。嘛，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，实现自我价值。记者黄美佳、关超报道。